这次学到的话虽然是很简单，只有几个字，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念，莫忘那一心，虽然是只有几个字，短短几个字，可是我们想想我们在越南的慈济还是持续到今天。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慈济1994年成立嘛，在1996年，那在华人区那个聚群居那边，那里面是住了32位老人家，都是女众啊，他们是从二战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因为战火或是家庭贫困就逃难到越南来，然后他们都没有结婚，就住在一起，所以我们称那个地方叫聚群聚，就聚在一起，群族在一起的。哎，那从1996年到现在，那我们志工还是持续每个月去关怀，然后也是定期去访视，然后来陪伴他们。现在剩下3位，虽然是凋零了这么多哈，可是我们还是仍然的去陪伴，仍然去关怀。我们这次是总共有20位师兄姐回来参加，那包含北业的有7位，那吴志明是南部这里就有13位。我们回来台湾，因为在国外哈要吸收上人的法，虽然是网络很方便，可是我们还是想要亲近上人，直接听到上人那一份感情哈，那真的是很奢侈。那我们能够回来直接通电。那回到我们侨聚地的话，希望能够把我们学到的去大量的分享给我们办公室同仁呐，还有我们的职工，还有我们的会员，让大家都认识慈济宗门跟金丝法脉。